我现在站在 HK Square 八楼一号前面801前面，哇，林在宜跟你们拍什么叫做高处不胜寒看楼盘的感觉，哇，真的是爽，哦呦，有点邪气啊，我的那个影棚。风霜啊，哇，真的是过瘾啊！我是很喜欢风景的人，带你们来看风景。我的影子有点斜啊，怎么这样哦？不是太重。好冷！哇，下雨！我现在带你们去看这个单位，这个单位是我们的 HK Square 的 penthouse， 你看我们是这样的 penthouse， 这个有差不多2000多方尺， HK Square 最大间的是这几间的，只有8间，一间卖掉了，剩下7间。 Ruby Hi， 很大间哦，这个是楼下，那个是厨房。OK， 哇，冷气好冷。楼下有厕所，有一个很漂亮的厕所。哦哟，爽耶！楼下有一个很漂亮的厕所 ，all up ceiling。你看他的厨房，哇哟！好美哦，中间有一个出来的 garden， 这个是给你放冰箱的地方哦，放冰柜的地方。 cooker 和 induction 全部橱柜全部包弄完，然后这个是外面，这个是 laundry 啊，我的同事说可以在这边炒菜， you can cook and wash here， OK。Centralized water heater system. It's a laundry yard. Very nice, cozy place. Okay. 叫我现在带你们上去，看楼上是怎样子的。这个是那个 invisible grill. Invisible grill. OK. 你可以看风景。看这里的风景 ，OK。下雨天我们就来 condo， 没有下雨我们就拍 semi D， double story terrace corner 拍 D，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。OK， 这个是一个很大间，我放哪一个是 master bedroom 啊？应该是这个吧。这个 master bedroom 楼上有自己的一个 balcony， 开门出去看 balcony， 这个是算是9楼了，8楼上面再高多1楼。哇，这个景色美哦，这个靓哦，靓大大哦。Sorry 啊，我很喜欢看风景啊 ，I really like scenery views。哇，这个景啊，这个景啊，哇，真的是漂亮啊，OK， 这个是 master bedroom， comes with a high ceiling bedroom wardrobe， 哇，好大耶，真的好大耶，这个100多万太便宜了。 OK， 然后这边有一个 bedroom wardrobe。我跟我说，然后这里是 master bedroom 的厕所。OK， 哇，还有一个 bathtub 啊，呜，有 bathtub 啊，哇，有配 bathtub 啊，哇，有
看到猫影。还有大套啊，哇塞！这个爽，这个爽，一个好爽哦！爽了，爽了，爽了，爽了！每次来就是要看到，就是确定要赚多一点钱的，不是要赚多一点钱，要赚很多很多钱呢、啊。OK， 楼上两个房间，楼下一个。OK， 这个是也应该算是第二个房间吧。This is second room, big, huge room, huge, big huge room. OK。Super nice man， 嗯 ，here is the， 多一个，这个有 bathtub， 这个没有 bathtub， 像刚才那个肯定是主人房啊，只有主人房有 bathtub， 有点像澡盆机的那种感觉。OK， 哇，很漂亮的 wallpaper 呢，不是 wallpaper， 套出来的，嗯。楼上两个房间，楼下两个，哇！你看它的 view， nice man， holy crap， I really love the view。我先confirm一下我的那个门有没有锁先。哇，这里这个真的是漂亮，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，有点太阳椅哦。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。So， 你看豪宅，百多万的豪宅。这个他们叫做 Invisible Grill。OK， 只要你们有兴趣买，还是看这样的豪宅，联络我们 Team Brandon Chu。真是风景爽，哇老诶，爽啊！高处不胜寒啊！哇，这个风大！好了好了，不跟你们讲太多了，谢谢你们大家观赏。